坤宇还有吗？来，500过来，我帮你拿。来，坤宇来，给坤宇，坤宇。这个被爷爷拍过嘞。哎，是啊，来。谢谢你啊。好，拜拜。你要看你是在 YouTube 上面看还是在脸书上面看啊？YouTube 上面看，你搜寻吃饱睡就找得到了。吃饱睡，嗯，对啊。吃饱睡，困饱吃，这几条红灯啊，不老的。吃饱，气掉了。你要买一台来用就对了，哎，那就看你要什么等级的，价格会不一样，对。好，不会。来六只500块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只六只，500。哎，你这有没有虾仁？虾仁有啊，一包好啊。哦，大粒的1000毛。嘿嘿。哦。哎，快空了，后面快空了。来，好，给我们吃一个，谢谢。小心，小心。来，黄鱼无人的吼，搁花飞哦，照样。我不那鱼哦，搁青颜色的。几位啊？我有在。三，他比你青的三十多了，不贵。得剩了八了。啊，这个要洗吗？不用洗，直接煮就可以。够了。还是吧。哦，好，拜拜，这是我的。
来，提四十五块者。买三百好不好？好啊。大卡，行吧，提一卡来。经常提一百来。好，拿普拉文啊。三百。三百，我。105。三点就提了，你去了。飞机敢无有？无啊。哎，厝人啊，够人买？啊，有人买黑林。黑林要一包吼，还是要五百？买五百。五百好。我
可以，一刷一刷一刀，鲨鱼肚，叫侬我直接等于炒韭菜，大肠你也炒无？同款，炒咸菜，你无用，这个比大肠较脆，拢是两百了。对啊，二阿廖啊，嗯，黑炭的花，哇，台湾那边啊，初代粉丝，初代观众，从粉丝开开的起，我就是初代观众。太无聊了吗？好，我以为是睡不着太无聊跑过来逛一逛。有人哦，都在对面的无？啊，无要车落去海底啊？哦，哎，一对，对面一对只。两包。哦，那你去挑吧。小心哦，这边会滑。你跑旁边会比较好一点。都村啊，无啊，今年套丢过好多村。阿龟爷下巴嘞，有啊。哎呦，今日虾啊翻上哦。都嘛是你，都嘛我，对，算我的，那我就统统包走了。小天红。
啊，多钱？我们两百。来，我直接一百块，一百块好不好？我现在是觉得好啊，我们这边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我们这边没有了。拜拜。跟各位抢。原来三百块。我家只要。回头这剩那两颗，不是那种冷冻的，今天没有啊，就今天只有鲜切的。回家拿一拿、喔、喂啊
这样来拿。对啊。啊，你那两张再给我。我要去拿一拿，你那两张再给我。你坐那，你坐那边。对啦。啊，那两个嘞？你要跟我多少？一样啊。快讲。啊？你说多少啦？一样150呗。你说两个。对啊，两个150。奇怪嘞，每次来都要这样，都这样签了。没有啊，你如果没有那个人家买那么多干嘛？哎，你冰块给我一点点。到几点？刘二俊快下班了，差不多了，剩桌面而已，剩你看到的这些而已。耳洞疼，要收了。问他啊。整条路都没人。对啊，整条路都没人。今日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呢？哎，刚刚瞬间一堆，然后瞬间就没了，这样子。做生意不是都这样啊？做生意不是都这样？没有，今天特别奇怪，早上一波，然后中间没了，然后又来一波，中间又完全没了。他说那两颗要分他多少？要卖啦，快点！啊？不是。他说那两颗头要分他多少？这样。啊？这样。要不要买？要不要卖啊？好，可以买什么？什么鱼？鲈鱼。怎么卖？一斤100块。这个箱子。